山顶点阅率已经超过300万。对，我是阿飞最让我炸飞，你是阿飞最让我炸飞。谢谢谢谢大家的喜欢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好的作品呢？不断的流传。名人今天要演出什么？我今天要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是叫做《新不了情》。哦，新不了情，对对对，这么经典。这个是第一个郑钧生唱的，第二一个它是一个大情歌，你一定要深度的进入，对对，才有办法感受。要改编成比较才有办法流行的感觉，流行的情歌的感觉。哦，现在听听《新不了情》哎，这个歌应该熟了。刘青云，爱你怎么了？今夜的你，哦，贾吹，在戏里面是贾吹，对呀，哦，对，对，配了，好，哎，丁乔老师，是不是？先剖析一下这首歌谁写的？鲍比达，鲍比达。香港的一个音乐大作家，音乐大师，大师大师，鲍比达，他也经常做演唱会的舞台总监，是是是，也有出饮料嘛，啊，鲍比达比，鲍比达比，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鲍比达，鲍比达。这改成有点 R&B 哈，有点那个唱法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蛮新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歌实在太经典。经典。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翻唱或改编一个歌的时候哦，不管它的音乐线条怎么变，我觉得歌原来它的韵味要保留，这才是精髓，主要精神。对，你还是你弹一弹，很想要不再变成山顶黑狗。我感觉没有蠢蠢欲动，对，有一点点期待 dancer 走出来跟你一起跳的感觉。哦，可能有点这种感觉。我也在期待后面你的变化。对，那反差有点不习惯你认真弹。哦，对吧？最近名人有一个新歌，我觉得很好听。新歌来了，要介绍跟怀特，对不对？对，跟金曲新人怀特合作一首歌，叫做《牵着我的手》。对，现在已经在各大的串流平台跟 MV 都在 YouTube 看到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样子。这个是女朋友还是亲人的？是我师姐，也是大爱的，不是那种师姐，不是啦，不是公司的师姐。对对对，小生成绩越来越好，好吧，谢谢名人，谢谢。